你们那个双向手机里面，手机平台，哎，对大明显就是已经10万10万，那起来了，起来啊！看完了，你看，看那种，我这个是你这属于手术后啊，我这个从肩膀拿下来，对，好的。你要啊，冲出来了！你要想你右手，那就都给了。哎，对，所以他右手不要捂住，他就来了。对，但他右手说的不是一样的功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来的更好。笑，没事啊，不要紧张，做我。然后这个时候脚一松，脚也来了。对呀，你看呐，你现在啊，你不用眼睛了，你怎么样？看。这个笑讲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这个来的真快，我手第二次的时候来这么快。啊，你看，我在拉的时候，他的周的部位，看到吧？然后那边紧的，没事啊。啊，对，好的啊，别管他啊，别管他，没事没事。这个就是你爸。哎，整个身体都来了，你看，我有眼。我现在用眼睛拿你，这样就这么大，看到吧？现在人都在动了。对呀、啊，对。哎，好，不要紧张，没事，好。没事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慌，不会的，这样子都没见你打的，知道吧？害怕。哎，眼睛看我这手机，哎，然后别动，没事。哎，没事，我会帮你取下的。我看你停下来，你看什么？这个精力都量已经大了，这个精力都量已经大了啊！你看到，我就讲过了，你不要怕的，我能够开车的就是车的，是吧？这个小姐啊，对。再看一下，你看金柱子就在上面开了，他出来我的手上有信号，我知道了，就堵住了，他口子这样，因为这个地方堵的，他为什么打开啊？他为什么打开？这里很痛的，但这个地方。但是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不会打那些脸。哦，我都讲过了。我还好。是有些痛的。这个开了是肯定痛啊。哎，你再说，你那个开还我专门注意他的。哎，你注意他的话，我就看不出你那个声音不是都，脚那个声音那个力度听得清。这样子打，他希望就这么有力度。哎，因为他刚才有他长处，然后打的越狠，就这样，都要开心你。知道我有多累了吧？啊，看着就蛮好。